第五套功法，神通加持法，有意无意，印随机起，似空非空，动静如意。预备式，盘腿打坐，身体保持正直，两手结印，两眼微闭，舌顶上额，牙齿微微离缝，下额微收，嘴唇闭上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，渐渐入静，似静非定，手起时心随意动，手随机而行，两手结印，动作要缓慢圆，双手随着气机而行，打手印的要求是小臂带动大臂，外柔内刚，两手拉开，把功能打出体外，在两掌下用功力加持。本功法要求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，thank you.
院长，这是加持柱状神通，要求时间很长，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
殿长，这是加持柱状神通，要求时间很长，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
双手结印，要求打坐时间长，深度入定。注意，主意识不要完全放松。出定后，双手合十。